台湾媒体报道，陈冠希和名模秦舒培育有一女 Alaya， 原本对女儿极保密，自从去年六月白日宴照片曝光后，他俩才展开炫娃模式，今分享 Alaya 周岁生日趴照片。 Alaya 坐在装饰万步条的儿童椅上，陈冠希捧着蛋糕跪在一旁逗她开心，身上白 T 印有 Alaya 的照片，女儿奴做好做满。陈冠希与秦舒培亲手布置派对现场， Alaya 穿着黄色连衣裙，胸前别着写有一字样的蝴蝶结，象征一岁，可爱又时尚。陈冠希姐姐陈建飞也抛出多张现场照，疼爱侄女程度可见一斑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